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来守护着。晚安，我开心，谢谢亲友的真情告白，晚安大家晚安。
春派，佛山咏春派，晚安，哈哈，哈哈，哈哈，嗯，哇，今天是西施犬的木啊，西施犬很快就会掉毛了，所以要趁现在还可以截图的时候，将。我始终相信，所有相信。听说杰星之前学了我的 Kiss 啾啾，对不对？我有看到杰星的 Kiss 啾啾，他好像都那样，对不对？嗯，蔡恩是不是都这样？蔡恩都是不是都这样？嗯。今天的耳环好特别，今天的耳环是 Candy， 是糖糖哦，是不是？是不是？我今天又是一个卷了很久的头发，虽然很快就会不见，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到。猫酱拜拜 ，Hello 阿花晚安，怪什么耳环吗？还是哪里？好，上庭，我有看到上庭指定我的那个，哇，谢谢粉文加入我的粉丝团，我有看到上庭购那个买了我的生血，快，掌声鼓励鼓励，这里也有人有买复活节生血的吗？快点让我称赞一波，谢谢龙骑士，好久不见，阿华晚安，谢谢你的炼金医药，今天又是浪之炼金术师了吗？Hello， 糖糖不吃掉怎么拿来当耳环？哦，我可是冷很久，为了体脂肪着想，我只好，你知道对他的爱太深刻，然后又不能吃掉他的时候，只能让他形影不离了。Hello， 明汉 ，Hello， 王甜甜，晚安。哦，我看到了，生气气被栗子叫哥哥之后直接转推吗？生气气，我不知道你是如此容易动心的男人，我觉得我们啊，列瓦刚刚欧美得到个赞吗？谁？真的吗？亮光亮光，你在吗？亮光亮光。我知道有一张在查查手上，哈哈，你可以为成为 TTP 范的渡边麻友而努力。我最崇拜的前辈就是麻友友了，麻友友上。嗯，可是哦，有，其实我们团体，我记得我们一起升超级多人喜欢我，他那边蛮有赏的，可是我自己看到我觉得最狂热的应该是莉卡，你们知道吗？一真是麦友的狂热粉，极致的。哦，不是抽到纸笔吗？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指定我吗？有吗？有指定我吗？哦，即将即将那个，请问瓦萨比好吃吗？wasabi 好吃吗？哦，我知道，生气气是李宝嘛，那我以后就决定叫你李宝了。Hello， 生气气李宝，嘿嘿，好过分哦！哪一天会有人说你是生气气酱油呢？有这么一天吗？哎，嗨，生气气李宝。哦，所以你是拿到 BC 款，那代表你没有指定我咯。好吧，那你要不要换一下 A 款？应该会有人有 A 款吧？应该有吧？指定我的人应该还是很多的吧？诶，为什么？感觉是 Steph 姐姐偷偷安利晨晨吗？小六没有拿到我的吗？没关系啊，上一次浓眉也是浓眉指定杰星，然后拿到我的两次，不是吗？看得出来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母女待在一起待久了 ，Steph 姐姐会认错。所以是我平常跟杰星一样跳吗？志祥晚安，子阳晚安，小六晚安。我也没有出来，哎，等一下，小栗子进来了吗？小栗子好像还没进来。小栗子，哎，不，我才刚讲小栗子，小栗子就跳出来了，好恐怖哦！
乔丽子，我们是有心电感应吗？啊啊，在这边说，在这边，妈又差很大是什么？差很大。小丽子，小丽子，小丽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小丽子 you. 我刚好错过了，我刚好错过小丽子的生日。流星晚安。好好奇他这次的纸笔在哪里？我有一张在查查那，其他的人还没有标我，我不知道。小栗子不是之前生日吗？之前密我的是小栗子吧？康木雨晚安，是吧是吧？可是其实我没有确认小本本，应该是吧？对，我是问你有没有吃到芥末。奥斯卡さんこんばんは，久しぶりです。では元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Hello 北极光红晚安，北极光红晚安。你们都有拍到杰星吃到瓦萨比那一刻的样子吗？我为什么知道你有吃到？因为我就是瓦萨比啊。好像不太对。被我问吗？等一下，你们那天有活动是被团员喂瓦萨比吗？哦，所以是377是被喂瓦萨比吧？我知道你们有吃到。现在可爱慢慢牙，有点多人啦。没有，今天只有雅恩出来而已，请不要砍拖到雅思雅琴，我才不会让他们出来嘞。哦，所以耳机酱是被思雅喂吗？开心吗？开心吗？那个被长了恶魔角的团员们喂 wasabi 的感觉，嗨嗨，好久不见，不对，准准好久不见。晚安。今天小丑女没有没有没有，如果我要当小丑女的话，我会直接染头发给你们看。那个太经典了，不是双马尾就能解决的事情啊。掉了，它掉，它开始掉了。那我只要露右边给你们看。认真说，我吃下去之后马上胃痛吗？真的吗？怎么办？那后来还好吗？有没有记得吃哇擦妈头？我想自己截图一张，我从来都没有在我自己截直播的时候，我看一下，正经八百大头照，好，我自己截到了，开心。好蠢哦，自动录影君哦。是小易说上次拜托朋友写的那个吗？我可以当雅恩的耳机匠吗？不行，你都跟七七合照到了，你不能轻易的抛弃七七啊。不是，我没有要你抛弃七七，是你身为耳机匠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只能是七七的耳机匠。那你可以想一下，我平常有什么随身携带在身上的东西吗？谢谢小六 ，I love you，I love you。雅恩元年，好恐怖哦！那个雅恩干了，我们这都过来吗？想当法圈吗？好啊，可是我今天没有绑特别的法圈啊，我下次绑那个。我前几天拿到了一个我超级超级超级喜欢的东西的法圈造型的法圈。感觉我现在破梗就不好了，我现在绑给你们看啊。可是今天双马尾，它是两个不同的，感觉好好猜哦，一深一浅，一呆一聪明。我现在绑给你们看，难怪不用退票。什么？今天的雅恩是走哪个年代的流行？这种时候 disco 适合吗？感觉不太适合哦。阿哥哥，阿哥哥也很老。我不该听我妈咪的意见。就当是小丑女吧，就当是小丑女吧，是不是至少年轻一点？阿哥哥很老。哦，好吧，我是轻易动摇的女人。大家好，今天是阿哥哥。谢谢 MK， 好久不见，泽里晚安。
酸菜，好久不见。今天是 Loli 念念吗？我今天没有特别 Loli 吧，今天很朋克哎、欸，今天很 rock。只是我今天放的歌不怎么 rock， 因为今天是大家劳动节辛苦了。今日も一日お疲れ様でした。祝大家劳动节快乐。今天有休息在家吗？因为超生好久不见，谢谢你的健身卡。可是我今天好像不太适合健身。晚安一凯，好久不见，今天放假，太棒了。那个虽然还是辛苦了，但劳动节愉快。虽然身为一届全职高中生，我并没有放到假。Hello， 咪咪吗？咪咪什么？等，唐僧晚安。劳动节还要上班，安居本王不一样啊，本王辛苦了。本王还要看到那个，对，满满的人潮。哎，对啊，本王身边的人都没有放假。你现在也算是劳工吗？可是我今天还是乖乖的坐在教室里写着，我觉得我自己是文盲的英文考卷。你看，被英文考卷吓到都口齿不清了。Hello， 小心肝晚安，社长大人晚安，欢迎你，好久不见，我们有一个礼拜不见哦，一个礼拜，这次直播特别特别久。对啊，今天是赖瓦干念，到底是元年，到底是不是念干念呢、啊？我有没有发错重音？如果有的话，我就不念元年了。赖瓦，我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谢谢阿纯给我的祝福。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又截了一个奇怪的图，不可以，我不要看奇怪的图。Sakura さんこんばんは、久しぶりです。信格晚安。信格那边今天有下雨吗？我不知道今天北部有在下，中南部有没有？果冻九号好久不见，梦梦好久不见，晚安。赵旭晚安。哦，こんにちは。谢谢好孩的，你是我的女神。好可爱哦，天啊，你是我的哦、啊、妈咪，这种时候呢，如果不小心骂粗鄙之语是会被录到的哦。台中被淋成的雨声阵啊，所以今天台中也下很大嘛，我知道今天是那个梅雨季第一波，然后听说之后会越来越恐怖。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久しぶりです。Hello 喵喵晚安，李梦好久不见。李梦晚安。以后就会继续黑面面？没有，你不是黑我吧？你都是在伤我的玻璃心哎。你 always 告诉我你爱的是其他人，虽然顶着我是你的神推，但是你常常都这样对我。好吧，令和的第一天，希望我不要玻璃心，不要泡泡心，可以的，我自己拼起来。Hello， 流浪人晚安，谢谢流浪人的枫叶，刚差点讲成松叶，奇怪，我今天从刚刚的松狮犬到现在的松叶，我今天到底多喜欢松啊？有啊，下了一下雨又停了，可是哦，谢谢阿纯，我们啊，我知道，我记得这个名字是那个什么戴。带你去流浪吗？是吧？走，我们流浪起来 ，Go！ 嗯、啊，可是今天到处都下大雨，我们能去哪流浪？可能要出国、哦。嗨，今天的妹妹没有，哦，等，那个，兔弟弟啊，兔弟弟啊，你该不要干脆改成龙和尚的星夜？没有，我是要说，同学，你可以不要用那样大头贴吗？会吓到人。那个蔡亚马逊丛林同学，虽然我说我有点想念我自己的 Judy， 但是我不是想要看到这么崩的 Judy 啦。我自认为我的 Judy 已经是最不崩的 cos 了，可以不要这样吗？Hello， 告白气球，好久不见。哈哈，晚安，欢迎回来。谢谢性格的 I love you。
谢谢小六的为你守候。北极光红说，可是他说他不太想理你，谁杰心吗？明明是自己动去动来动去的，想截个可爱的图都很难。好，对不起，我不会动。可以的，我今天头都卡在这里，快卡住了，卡住了。Hello， 相识好久不见。虽然我现在头不能动，看起来可能有点畸形，但是我被下令不能动会比较好看。听说了，你不知道我越喜欢的欺负的越凶吗？那你要看一下你喜欢的对象是不是抖 M 啊？是吗？我看起来像是吗？你看到我啵啵啵啵啵啵的小心脏了吗？Hello， 耳机酱，欢迎回来。今天流浪到淡水，脏话没下，真的吗？那看来南部有的还是索性逃过了。啊，可是淡水也是一个下大雨的地方哎。面面，我今天画的那张，结果太怎么样？结果太美漫太难了，画不出来。哎，可是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哎，就是Mouse Desk 画的眼睛啊，我以前也尝试画过那样的眼睛，可是我自己画起来都超恐怖的。就是我只要画偏美漫的风格啊，整个人就会像鬼片。所以我已经超级佩服 Mouse Desk 的画风了，我觉得很可，应该说不行， Mouse Desk 的画风不是可爱，可是我觉得就很可爱，就不是日漫的可爱。但我觉得他把 Q 版画的很有特色，我很喜欢。可以偷偷拜托 Magi Desuka 把那个做成扇子吗？我觉得我看到会很嗨，可是如果在舞台上破音就不太好了。我怀疑曼曼是否有看我 IG 啊？你说我看到你跟七七的合照吗？这不是当然的吗？基本上 IG 开公开不就是拿来查水表的吗？大家好，我查恩。大家好，我是吴一凯。大家好，吴一凯换光临。Hello， Lolly Wolf。哦，萝莉狼吗？哦，糟糕，狼叫我真的就有点为难了。啊、哦，狼要怎么叫 ？Wolf， 好糟糕哦。狼要怎么叫 ？How does a wolf say？ 怕，别怕，等我查你水表哦。恶龙咆哮舞台不是的，谢谢蔡亚马逊丛林的为你守候。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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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虽然他顶着我的 Judy， 很恐怖的 Judy。你们知道那张照片是怎么来的吗？蔡亚马逊丛林的那张带头照，那是我以前在前前直播台的时候，他有一个游戏，就是。叫什么啊？吃货天堂吗？就是它天上会掉很多食物，然后要用嘴巴去接，这样，然后可以算积分的。然后那时候就多了一大堆很恐怖的照片。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Hello， 专情爱薛，好久哎，专情爱薛啊，有我们有一个粉丝叫专情爱薛，后面是梦梦。可是你也是爱薛吗？那看起来。薛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播呢？怎么办？我从来就没有逛到过。薛是本来就叫薛吗？就是主播名就叫薛吗？不是查水表吧？我大概没有查吧。但是曼曼不让你当不让你当我的耳机伤心啊！耳机讲就只想当耳机吗？也是可以啦。可是我平均耳机消耗率其实挺大的，我怕你会寿命有点短。啊，所以我说的是你吗？是你吗？所以你是梦梦吗？是吗？还是可是我记得之前有好几个爱薛薛的，薛薛的有来过我的台。哈哈哈，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妹妹来查水表。哦，有有有有有，我有看到你拍到我很怀念的一条小路。而且本王是不是自己平常就有在玩拍照？我觉得拍的都超级有意境的，而且我觉得修色 色调超漂亮的，我觉得超喜欢的。在我念电脑，我人在外面。小谁什么东西在你电脑 ？Hello， 观众欢迎光临。答应了就好，谢谢。好的，大耳机酱，未来请多多指教。那个我下半辈子的耳机就靠你了。七七进来改名了，
请大家务必不要跟上，我不喜欢被欺负。你们都欺负我，我要让嘴巴张更大的，那拜托你不要放出来好吗？不要再残害众生了，不要。现在又没有七月，又不是四月，对不对？我想说，为了你，我可以吃十根芥末泡芙，大叫一九等等。那个通常、如果真的很怕芥末的人，吃到十根应该不是一九可以解决的了。通常那个时候已经昏倒了吧？是吧？那时候应该是吃芥末吃到昏倒 ，CPR 是有用的吗？干那不呢？很少晚安，欢迎光临。还有慢慢不怎么查你水表，偶尔也是会的好吗？小易啊，他说他想被查，糟糕了糟糕了，小易是抖 M， 抖 S 属性要出来了吗？好啊，等我把你家的水表通通查光光。又跳过你的留言，还是让把你的留言吃掉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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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我又跳过了吗？再留一次，再留一次。哈利波特，好久不见。萝莉狼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光面店光顾了？我都不知道。Lolly Wolf， 我之前有特别念到吗？感觉没有哎。如果我有特别念到的话，我应该会很有反应才对。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哦。不要了，七七，你顶着讨厌面面说我爱面面，真的是，明明是自己动来动去就，不是杰星，糟糕，天哪，我的妈，我现在是杰星叫太多吗？刘星，关于这句话，我从前一个话题我就已经讲过了，我还特别说我的头不能动，为了让你截到可爱的图。所以流星不是浪跳过你，也不是我跳过你哦。哎，好几次都这样，流星，认真听，把它当广播台来听。不是，我知道了，把它当英文听力来听。我最近被英文听力洗脑到有点崩溃。懂吗？不可以跳题哦。哦，变变变的耳机讲哎，好啊。那个，请问是 Bluetooth 吗？那个蓝牙版本。谢谢耳机酱，谢谢耳机酱大大，我会努力保护你，不要让你吃到 wasabi 的。请问你会怕 wasabi 吗？我开公账都是为了被查查看哦。对啊，我知道以前小易不是公开账号。 Hello 福吉盖桑，欢迎回来。志伟晚安，一个礼拜不见。因为有学校整个超 relaxing， 我知道他上了。谢谢蔡亚马逊丛林的 kiss 啾啾，呜啾啾啾，难得你会送 kiss 啾啾哎。慢慢还好吗？我怎么了吗？你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怎么突然这样问？不要这样，我会怕。没有吧？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在哪里不好了？彤彤啊，好久不见。你现在是艺人还是学生？周丽怎么突然问这个？我现在是双重身份兼具。我有点期待面面吃到了 wasabi 啊，糟糕了，那我我应该要表现的很夸张吗？可是老实说，我蛮喜欢吃 wasabi 的，我可能会很享受。怎么办？可能跟杰星的反应不一样哦。问题宝宝吗？好奇宝宝，我现在还是学生啊，还是学生。目前高三，刚经历过学测，然后前几天刚考完指考模拟考，然后第一次发现了。我发现了什么？哎，我刚刚讲什么哪一科的分数怎样？糟糕，我的记忆好断片哦！等下我刚刚讲什么？第一次发现了，算了，只考与我如浮云。黄芥末好吃，绿的不行。黄芥末是甜的，而且很香。
都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行，好吧，那已经是很久以前就发现的事情。Hello， 语言同心，晚安，好久不见。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礼拜不见，还是一个礼拜又多一点点天不见。那个，晚安，好久不见。谢谢志伟的聚光灯，打 call。人格的记忆开始错乱了，我也觉得怎么办？我刚突然要讲什么来着？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你以面面的耳机讲这个身份是第一次见啦。はじめまして、これから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は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什么不必的？鲜奶、鲜牛奶、鲜牛，我刚刚想讲鲜奶茶，我这是怎么了？鲜牛奶晚安，爱死爱死晚安。没吃过芥末，上次是第一次吃，胃超痛。哎呀，真的假的？那所以你是忍痛吃下去？之前是不敢吃吗？还是从来就是是闻到味道就不敢吃吗？牛奶晚安 ，Hello， 爱死李秀总。那你要不要跟我签约成为魔法少女？啊，我忘记跟你们说，就在这个我们这一个礼拜不见的时间啊，我帅气的被医生警告，请不要吃，不要喝。哎，我是什么时候肠胃炎来着？礼拜四对不对？哎，对呀，我一直播完，然后我就肠胃炎了。然后我后来就跟易云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之前急性肠胃炎的时候啊，就是暴瘦，然后我听了就很开心。结果殊不知呢，我除了就是急性肠胃炎的一些症状，就没有影响到那个，有影响到一点点体力。然后就是，但是我的食欲也不减，但是虽然不能吃，然后。对，所以其实我并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效果。谢谢志伟的心之冠，怎么办？依云跟我说他瘦了超多的，然后我大概只有瘦了他的三分之一。谢谢志伟，有没有诺罗一周没吃还没瘦的八卦？我之前诺罗好像有瘦，肯定有吧。而我们全家诺罗的那一次。很严重，非常严重。之前肠胃炎吃什么都拉肚子，我第一天的时候也很严重，我只要喝水就拉肚子。怎么办？流星说没瘦，等一下，不是流星啊！糟糕了，天哪！我今天到底在干嘛？我把流星叫成杰星，然后看着流浪人叫流星，我的天哪！好了，满足一下流星一直说他没有被 Q 到的欲望。我也觉得今天脑袋坏掉。对，好可惜的感觉。玉山晚安 ，Hello 秀一，切尔东，好久不见。您上庭吗？我知道上，Max 雾晚安。上庭不是说他今年过年的时候发烧？哦，等一下瘦太多了吧？还身体还好吗？上次肠胃炎直接瘦三公斤，易云再多一点哦。肠胃炎会影响到记忆，怎么办？我也觉得。谢谢艾斯的，你是我的女神。等一下，我上庭的。上庭的留言我没有看到，上次肠胃炎差点开刀，天哪，真的很严重啊！等一下，继续刷，什么时候会看到？好，等我。啊，阿西，主播有演戏天分吗？我从小到大的梦想，除了演员以外，就是直播。不行了，我今天拒绝说话，就是演戏。嗯，至于什么样的类型角色呢？就要看我会不会把那个角色演崩了。超神奇的，一直跳过去啊！谢谢，等一下，艾斯，你突然叫我主播，感觉好恐怖哦。通常会叫主播的，不都是第一次见我们，就是见面的吗？谢谢阿华的人气卡 mini。谁？生气气。啊，我知道生气气前阵子不是一直有在跑医院吗？还好吗？那真的还好吗？就是有到医院检查吗？确定没事吗？真的没事吗？很严重哎、欸！突然，为什么会突然发作？主播是吃气子长大的吗？你从以前就吐槽我到现在，你怎么突然嘴巴那么甜？怕我有点觉得，对，
有一点觉得对啊，木婷，我有看到木婷画我，谢谢你。吃气质长大，所以是没气质，不是，是吃气质长大，所以会特别有气质。自己讲的不会害羞哎、欸。谢谢玉祥的追踪，也谢谢玉祥刚刚的礼物，能吃芥末泡芙代表没事咯。嗯，还好你没事，不是，真的谢谢，谢谢阿华。Hello， 今天欢迎我，真的很恐怖哎、欸，就是那。那后来医生有叫你要怎样多多运动吗？心脏病好像不能太长，不能太激烈的运动，但是身体还是要顾吧。你才是好好保重、哦、你在这边当大弟弟，然后你都不好好保重身体，真是的。那你要以后你推你的团，不是你推你的团员，对，你推的团员，你推的团员都会担心你好吗？嗨，小旭，你叫我吗？画好头贴啊，奈奈要看吗？奈奈不要看，我真的不想，我看到了。流星总是这样对我。林哥好久不见，上次只是胃炎，不是肠胃炎，压到背部啊，胃炎会肿起来，会肿起来，跟肠胃炎又不太一样。你那个是，对，肠胃炎是会一直拉肚子，可是哇，我觉得胃炎有的时候比较严重哎。涛哥好久不见，晚安。基本上啊，我那天肠胃炎真的没有，就是第一天很严重，但一直拉。可是就上一次啊，诺罗病毒那一次，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诺罗病毒是一件多恐怖的事情。怎么办？变成医学台了。晚安，涛哥。晚安。では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久しぶりです。はい、晚安。他好哥生日吗？今天生日吗？看一下，真的耶。预备吧，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祝他哥生日快乐，也祝小栗子刚对已经过完生日了。祝上一个月跟今这个月的寿星生日快乐耶、yeah， 也祝令和元年生日快乐，问号。生日快乐。哎，可是今天是劳动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对啊，哎，我没有抢到。好，对，在这边我也做啊。有，我抢到了、对不起，我的尖叫声有点大声。在这边也祝我亲爱的阿姨啊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对，今天好多人生日哦，太有缘了吧。怎么大家都是啊，偷偷爆料，我妈咪也是五月生的，跟我对啊，他们诶没有，大阿姨是几月？对，我二阿姨跟我妈妈都是五月生的。谢谢龙骑士，谢谢玉祥。Hello， 阿浩哥，好久不见，耶、yeah！ 送猫喂，吃猫喂，不对，这样好像不能拍。谢谢阿浩哥，我妈妈刚在跟我抱怨，她跟我抱怨说为什么这心之光特别久，感觉阿浩哥丢了不止一个。谢谢阿浩哥的为你守候，我妈妈刚刚跟我讲说。没有，我妈妈还没有生日，她是月底的。然后呢，她刚刚讲说，啊，五月生日真的很吃亏。你看母亲节跟生日全部都在五月，我女儿就只会送我一次生日，甚至我老公还不送我生日礼物。对，好，那个爸爸，你听到了吗？她在抱怨。谢谢嘉宏。耶、yeah ，女神要比什么？女神。女生的动作是什么？
那个今天的造型担当不起女神怎么办？妈妈也是双子座吗？妈妈也是双子座吗？他很用力的点点头，看来他找到同伴了。谢谢林刚的星之冠，拿起来放下，耶！哦，谢谢玉豪，谢谢你是我的女神，你看我还自带耳环嘞，超棒的。话说昨天我朋友他传我的丑照给面面，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骗我。我要滑私讯给你看吗？应该是在骗你。Hello， 应该是念俏魂吗？还是敲魂？晚安，乖乖，晚安，乖乖，摸头乖乖，做一个可爱的表情，做一个可爱的表情。做可爱的表情，耶、yeah! ！什么可爱的表情啊？你没有什么招牌姿势吗？洛丽沃夫好像是第一次来看我。啊，对不起，我会尽量时不时的克制一下我自己。我会记得克制一下我自己呀、啊，我会克制一下，比心心吗？两颗爱心，不行耶，这样子没有爱心的。小美 ，Hello， 酱油口味的小美冰淇淋，那个。虽然已经生日过很久了，但是因为你生日当天并没有来我这边，所以我刚刚有帮四月的生日寿星再讲一次生日快乐，也祝小美四月生日快乐，耶耶，好棒哦！被我讲一个，今天整个主播台不是整个直播台都是寿星耶，为什么突然尴尬？平常做反应很自然吗？你说比爱心吗？还是你说卖萌吗？不行，我这个人就不会卖萌了，你说对吧？现金快乐，对，开始嗨就会高音了。我不是寿星是不是该走了？不行，那个拍手队缺你一个，需要声音再响亮一点。女生的声音是谁吗？金佑，好久不见，晚安。哦，耳机降是一月吗？那我想一下哦。祝2019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13月、12月，目前为止过了还有还没有过的各位同伙们、各位同胞们，生日快乐！为什么突然开始相声啊？生日快乐，今天生日快乐！每天都是生日，有没有台语版的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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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是这个吧？还有什么？我还会什么呢？日文的，我上一次好像被说原来有了。啊，生日축하합니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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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之前那一首怎么唱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吧，可是我忘记前面了。哈密达，生日축하합니다。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对，那是我忘记歌名了。冬天里的孩子吗？好像是。对，刚刚是韩文。Hello， 飞机，好久哇。
我这次抽到了比刚刚还大，开心。耶、yeah! 什么玛丽亚凯莉的版本？不是不是，右下角。哦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有抽到红包的大家，麻烦右下角的礼物盒，你 see 到了吗？我记得上一次有人不小心截图到了这个画面，那就让你再截一次吧，很母汤吧，很恐怖吧，记得看到礼物盒，再看到刚刚金香香哎。Diamond， 我每次都忘记钻石怎么讲，记得帮我按下去哦。班长，晚安。康萨米达，晚安，你吃吃烧康萨米达。Hello， 小妹，小妹，感谢你的健身卡，我们跑起来。谢谢阿浩哥。哦，谢谢炼金糖果，好帅哦，谢谢涛哥。哦，女神又来了，耳环耳环，耳朵痛。可爱，女神不见了，啊！谢谢 Miko， 谢谢本王麦子的掌声鼓励鼓励 ，and 晚安，赶快抢红吧！啊啊！帮我改一下，不是哦哦哦，那个什么什么女神，女神应该这样吗？女神到底该摆什么姿势呢？销魂。女神，啊，对耶，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自由女神。书籍哦，这个吗？你看，这是我很喜欢的两样东西的结合体。它是小樱，对，刚有人提醒我的，它是小樱，它是骷髅魔法使的小樱，然后跟柴犬。哦，怎么那么圆呢、啊？那个手机壳水煮人，你看。谢谢大家截图，谢谢你们截图一波。胖胖的小樱，你可能不对啊，变
变成柴犬可能伙食会比较好，因为柴犬太可爱了。我比较瘦吗？我没有办法拿魔法棒哎，他这个怎么笑的、啊？你有看到嘴巴吗？他是这样笑、啊。我尽力了。五月天里面你喜欢言承旭？言承旭是 F 四吧？森田，你去看流星雨吧，是吧？不用破坏你童年吗？哎，等一下哦，那个 F 四有哪些啊？我想一下 ，F 四有言承旭跟你上次说很帅的那个。对啊，仔仔，对仔仔。啊，秘书秘书，那个肌肉吴建豪，还有那个。那个西蒙吗？是西蒙吗？谁谁谁还有谁？五月天的主唱不是王蓝甫吗？五月天不是唱我难过的那个吗？朱少天，对朱少天，满意满意，谢谢流星，我觉得现在很可以。你不要喜欢用书写。那个五月天贵吗？我没有用过五月天。满意满意。然后可是其实五月天里我更喜欢啊、哦、不是五月天里我最喜欢那个鼓手唐禹哲啊，你们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唐禹哲很棒。金城武啊，我昨天才看完金城武演的那个向左走向右左，你们向右左。向左走向右走，我之前应该是那个吧，是吉米的绘本改编的。五月天，五月花表示你忘了我。贺军翔啊，贺小美，哇天，那都是童年哎。五月天的鼓手明明是品冠啦，好啦，我也觉得品冠爸爸。那部电影好久了，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的是台中文版，他们对中文版还是他们自己配音的，可是感觉对嘴型的话听粤语的版本会比较顺。有看过吉米，嗯，其实我很喜欢吉米的绘本，嗯，好像之前有一次不知道有一次什么对话里面我好像有讲到吉米的绘本。最后结尾见面方式有点啊，对对对对对，我妈那个时候还说这是921吗？是921吗？可是她这里特别在整点12点的时候地震哎，就是一个什么很梦幻的奇迹呀、啊！哦，7845333763，你是不是昨天也看了？太温了吧？78433，78433。7639，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是，才不是5678什么？她那个女生说什么？哦，五什么7654321？就那对啊，原来生日送你卫生纸就很开心啊！你说五月天还是五月花牌的？爱死我啊！欢迎回来，面面的热情让你的手机宕机了。基本上应该是五月天的问题啊，这是哪里来的口音？我小声一点，没有看好久了，可是他们一直念莫名其妙，所以事实证明 MK 是个天才啊！天哪，我昨天听了这么多次，我也没有背起来啊，我背起来的只有7654321。杨姐好久不见，晚安。谢谢准准，谢谢准准的枫叶。五月天的壳皮吗？那个，这个有点跨界合作了啦，基本上，那个怪怪的，怪怪的，对，怪怪的。浓眉晚安。那个我们刚才提到啊，小六指定我，然后拿到别人哦，拿到晨晨的，我才刚说浓眉之前一直指定杰西，然后一直不小心拿到面面的。对，就是准准。你不知道怀怀已经正式被杰星命名为准准了吗？啊，怀怀，你是生日会的时候有被杰星发现吗？Hello， 太子爷志豪，晚安。
怪怪的，真的怪怪的。我觉得不行，先不要好吗？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我指定思雅拿到语录，你等我一下，斯大夫姐姐，那个您还好吗？姐姐，我们吃饭吃一波好吗？全部都记错哎、欸！阿纯拿到乐婷的，你说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吗？因为面面查水表查到 Steph 家去了。Steph 家，我看一下、哦、我的那个通讯镜头，应该还在的。姐姐出来吃汉堡吗？为什么是约汉堡？汉堡不是好吃吗？哇哦，爬堡。哦，我突然想到，哇哦，这个梗我就觉得很尴尬。就是我这几天上课有点，就是你知道，哎，对耶，我看到公司我就想到那个人生无限有限公司，糟糕，断片，电影要上映了，对。那啊，不是我讲，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就有点断片。没抽到会拿到别人的吗？没有吧，那个是纸笔才是吧，指定的话一定会拿到啊。 Hello Closed 的晚安 Closed 对酱油无限股不是也配不不是啦，那个五月天的电影啊，啊那个五月天忠实粉丝茶茶还没进来对不对？哎，茶茶还这么认真在晚自习吗？他已经是大学生了。说纸笔的部分哦，你也有一包纸笔是错的。 Hello 知法犯法，哎，法法直播到几点呢？这次很多人都抽到纸笔，所以名额满了会自动递补其他成员的纸笔。嗯，可是他们看起来不是被记错纸笔，应该是那个指定的。嗯，桃园棒球场五月天有办过演唱会吗？真的吗？五月天到处都办过演唱会吧，因为武道馆也有。我刚才想讲吉道馆，我觉得我今天头脑真的是断片。哦对，我还没讲完。我上课的时候啊，然后老师就讲说，我跟他讲嗯反正就是诸如此类，应该说什么去美国还是什么日本留学吧。然后我就然后我就一直做回应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那么断片，就是大家在那个时候老师没有在上课，就是在讲一些事情，然后大家都哎奇怪，这个场景怎么那么像基隆？哦，没有没事，就是。我就然后一直做回应，然后老师就说那个蔡恩你现在是怎样，然后我就说他说你刚说什么，你刚要说什么，然后我就哇哦，就是我只是要表达哦，去美国跟日本留学也好棒哦，然后我就一直然后就被 Q 了，害我只好哇哦喝假酒，假酒偶像。你现在是怎样？我之前有去基隆玩吗？真的吗？有见到我吗？算了，应该问有去东岸广场吗？东岸广场吗？奇怪，等一下我想一下，官方网站，之前有一个绕口令叫什么什么官方网站？哎，我就明明念得出来啊，他有回应也会被 Q 对。那个哇哦哇哦，之前有去过基隆哎，生殖器吗？三毛四号，哪天不是加州偶像？好啊，我也期待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合照。哇哦什么哇哦啦，就是对，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很断片。播音厅晚安，哎，播音什么什么什么绕口令？余汉晚安。是博汉吗？康康官方网哦，康康官方网站绽放光，绽放万丈光芒。你好，这样康康官方网站绽放万丈光芒。然后还有上网，等等，
上网参观官方网站，网站绽放光芒网站。错一个，上网参观官方网站，网站绽放光芒网站，光芒万丈。李佳丽来了，李佳丽，快！我们现在在讨论，不是为什么是奇怪的灵儿。灵儿是师姐吗？是吗？等等，灵儿，是吗？是师姐吗？佳丽娃，等一下，对，那个本台377同学说，佳丽在生日会的时候叫了他一声哥哥。之后他就被圈粉了，快，李佳丽对你留下来的人负责。嗨这个台真的好哈，对不起，耳机调小声一点哦。Hello， 李佳丽妹妹，我没有办法喊佳丽哥哥。去庙口两次都是去追星的。为什么庙口追星？我会去庙口追一口吃香肠，然后还会去庙口追他很好吃的卤肉饭。追一口吃香肠算是一种创举吗？哦，耳环是什么吗？你看过吧？糖果。康帝啊，李佳丽同学，令和快乐，令和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感谢五月一号的第一天能在本台跟你相遇，你知道吗？五月是一个很特别的月份，因为只有在这个月份，美 I love you 才可以变成美 I love you。在五月，我爱你。May I love you， 李佳丽。再靠近一点，我差点亲手做什么？内娃们，おめでとう。什么叫五月一日的第一？哦，在五月的第一天。然后另外是劳动节快乐。May I love you。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这是 single 吗？对啊， May I love you。 说英文不好，结果玩英文歌。那你知道我刚刚跟我妈妈讲，然后我妈妈还讲说，蛤，所以你是需要 你的观众全部都改成妹吗？就是改名改成妹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啦。是五月好吗？嘿，我听你说 May I love you， Yes I do。那个，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放那个什么？今天你要嫁给我吗？等我一下哦。对，为了感念今天是劳动节，所以我特别在此一系列播放了劳动团体的歌《Mayday》。今天有生日哦，我知道。听说是那个一被你叮一下就再也不敢花心的那个孩子。是吧？他在吗？呦呼，佳丽神推。糟糕了，他觉得佳丽来砸水表之后，他就躲起来不敢讲话了。大家快点吧！哎，汪小五是怎样？哎，快点把他救出来！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呦呼，那个叫什么？什么歌？还是那个擦什么瓦什么擦？还有那个在哪里吗？哦，你明天要断考，你还在这里，还不快点？那明天考哪一科？我能救你吗？大概是不行了。快点！在哪儿出现了吗？还不快去看书？断考还来快读书？我跟你讲。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我跟你说哦。那个擦什么瓦什么歌，还是那个塔什么擦什么瓦什么擦什么歌？
哎，好像全部出来了耶。现在考啊，现在放弃的话还没有了，他们还要期末考。哎，为什么五科了？你们没有自习课吗？那个，我跟你讲，我想一下哦。嗯，公民就放松考。哎，可是你们社会是一起考吧？是吧？国高中不是，我差点讲国中，我的天哪，我们家栗子哪有这么小，不小心造口业，叉叉。好了，那个恭迎本台叉叉大人，恭喜你成为准大学生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耶，叉叉是准大学生啦，恭喜你，课业压力增大，栗子读书加油，栗子冲呀！等一下，所以大家帮忙把那个塔什么瓦什么哥的抓出来了吗？他出现了吗？他出现了吧，对吧？刚刚大家好像有一阵欢呼声，那妹妹也是吗？是的，是的，现在是准大学生了，但是还有在等待的。听说5月2号台大放榜，对，5月2号台大放榜哦，他出现了 ，Hello Hello。那个不可以讲话的那个，现在放弃的话，暑假要开始了，没有吧？不是还有期末考吗？我跟你讲，你麦跟别人讲，讲你哪个别人讲，我就不爱跟你讲。哦吼，我跟你讲，你麦跟别人讲，我跟你讲，你哪个别人讲，我就不爱跟你讲。耶、yeah! ，完美达阵。感谢本团 AKB48TP 的台语小天后李佳丽同学介绍的一连串，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念对的奇怪老口令，谢谢大家。一直很正大光明的赞，放榜后也不可以耍废嘛。哎，可是你今天不是还是乖乖的晚自习了吗？我跟你讲，你不要跟他讲，因为他叫我不要跟你讲，你若跟他讲我就不要跟你讲。哎，中文顺多了，对不对？现在是在玩广桃啊哥吗？没有啊，因为他今天生日日嘛。生日日是什么？跟生气气好像。栗子的留言感觉可以听到栗子的声音。Hey Siri， 你现在可以帮我？他理我了，等一下，我没有真的要叫你啦。那就麻烦到了栗子录一段这个绕口令，下次直播的时候播给你们听，这样吗？一生之晚安。本台由台语担当，台语担当，担当汉堡好吃。可是台北部有担当汉堡，好像没。小诗欢迎回来，令哥晚安。真的假的？事实证明，蔡雅恩跟李佳丽的音频，可能、也许、未来非常有机会在同一阵线，因为他的 Siri 居然认得我。我的天，面面试一下。小易啊，基本上我从第一关就已经输了，因为我看不懂。你莫甲别人讲，我对好，我袂晓讲，我甲你讲，你莫甲别人讲，你若甲别人讲，我就无爱甲你讲啊。Freddy， 没有在讲故事，可是我刚刚喊了一句 Hey Siri。然后李佳丽的 Siri 就醒了，他真的传语音信息给我，哎，笑死。可是我不知道他直播可以播吗？等等，不对，他收回了。哎，没有，他没有收回，他只是跟我讲等等不对，他又传了一次，我的天哪。你们干嘛呢？叶子上说欢迎回来。台语担当是你，不，我们的台语担当现在在传LINE给我。那个，身为放出来吗？
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啊。那个，套一句米娜的话，不要这样嘛，我还想待久一点。不要这样嘛，因为昨天跳掉了一整天，不可以。身为准大学生，这种时候呢，就要乖乖的假装自己很认真，一直待在学校，要塑造最后那个毕业前好榜样，那个好学生的榜样。是不是我还是乖乖的考完指考模拟考咯？ Hello， 浪之凡人，浪之凡人晚安，水凉之凡人，最爱妹妹的生气气，没有，我刚刚就说你刚刚是那个什么最讨厌妹妹的生气气，对不对？麻烦反过来一下，最讨厌生气气的妹妹。本台主题今日一讨厌。陈琪琪太过分了，气噗噗哎 ！Hello， 莱克，好久不见，为什么只有茶茶出现的时候莱克才会出现呢？可是明明茶茶每次都会来啊，那为什么莱克没有常常来呢？莱克也没有每次都来啊，茶茶明明就很准时九点会到，为什么莱克没有准时九点到呢？难道莱克也要晚自习吗？可是莱克明明不用晚自习啊，莱克明明已经是大学生了不是吗？为什么还要晚自习呢？谢谢洛璃木，你对嘴啊，反正大家其实认不出来是你的声音还是栗子的声音。货真价实的凡人，不要多念了，没关系。那个，我刚有播过，本台今日都在播 Mayday 的歌曲，所以刚刚播了一首凡人歌，就是为了你哦。那你要留下来吗？本台欢迎凡人。对，因为哇 ，Hello， 丸子，还是乖点好了。面面好棒哦，学测上之后模拟考都用猜的。我除了我想一下，我除了国文跟公民没有用猜的以外，其他应该是周公告诉我答案的。我也不知道啦，应该有努力吧，我还不敢去面对答案。我还不敢去面对那个题目的答案。面面有看到昨天发的现实吗？你是说应该找一天好好的哦？谢谢李佳丽的阳光，感谢李佳丽同学。今天虽然今天从北到南台湾都下着大雨，但是因为心中有佳丽，所以一直都是大晴天哦。好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刚要讲什么？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李佳丽，你害我忘记我刚要讲什么了。聊完人就跑，那我现在就跑。等，国文，不对。我刚刚回谁？我刚刚是要回人家的留言 ，Gekioko， 小易啊，小易，这种时候就容许我无视他吧，我念不出来啊！爱到最高点，心中有佳丽，自然会天晴啊！我的天明什么？啊，也是啦，就是在黑暗的时候，心中有他，就觉得无时无刻都像有光。神说要有光。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拜，徐志摩。被吹不中留言吗？我的天啊！好吧，没关系，雨点也打不走你脸上的阳光。好了，天命也对啦，就一觉到天命吧。可以妹妹打呼吗？关机了。不要啦，小易不要，小易我真的不行，先不要，就说了先不要。有啊，哦对啦，我刚刚是要讲茶茶的留言，就是那个啊。是该早一天，是哦，谢谢太阳马逊丛林的生日挂，好，我回来了。需要自由女神吗？
等一下，这个女生，那个，哦，那个，啊，是该找一天来祭拜转推的，转推的观众了，是吗？是吗？我没有背错吧？怪怪的。Hello， 不好啊！对，先不要，大家先不要。怕爆这台应该没有转推仔嘛？嗯，感觉就有啊。就像常常有人跟我讲说，他要把这里那个就是抢到的红包全部去贡献给其他人啊，或者是顶着他可能是最爱黎真的黎宝啊，不是黎真啦，最爱黎真，我的天啊，我今天怎么了，最爱黎真的黎宝啊，然后或者是他无意之间突然又多 pick 了谁，他又多推了杰星跟雅诗雅啊，然后一个不小心就说他讨厌面面啊，然后再一个不小心他就抽到别人的瓦莎比啊，然后再一个不小心他都不小心了，怎么办？对啊，谁啊？在说谁啊？真的是吼，很母汤哦。谢谢班长，班长晚安，报告班长。上一次是不是也是因为看到报告班长我才这样？班长大人，点名时间 ，Hello 姚，姚晚安，谢谢你又来了，姚晚安。今天是令和的第一天。希望未来在令和的每一天你都可以常常来看我的台哦，也希望无论是哦加力拜加拜力拜加力拜，这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歌可以送给你吗？好像没有。哎哈，是考生什么？我知道有一首歌叫100分，可我觉得还好。不行，有什么歌来着吗？感觉浪子回头，不是吧？不能让他回头啊，他到时候一回头他就不读书了怎么办？好啦，总而言之，李佳丽，祝你明天会的都出，都写对，不会的全部猜对，没写的全部都送分，佳丽加油，会的都写对，不会的都猜对，然后对，如果没有写的全部都送分，相信老师应该是会干这种事吧。谢谢季风亮，季风亮好久不见，笑带怕爆。好了，快点，对，你该去读书了，不可以爆掉好吗？不可以爆掉，你还不是毕业考，你还不能放他飞啊。艾斯说借你数学，那我想一下，好吧，那我借你国文好了，国文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我想一下，我整理一下。你收到了吗？这好像在砸人家哦。你收到了吗？啊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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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加力加油！五科嘛，那希望你可以考500分回来喽。那个谁来了，欢迎光临。面面的国文受益者在这边哦。对，听说茶茶带着我的生写去学测，然后考的比平常模拟考好吗？还是好很多，超厉害的。今天的太太怪怪的。对啊，我连流星都讲错，我刚一度讲成杰星。拜拜，拜拜的，再见。再见，真的吗？最后念书的成员，我们有什么成员看起来特别天才的吗？就是一眼就觉得他天资聪颖的。那我只能说有败有差，恭喜茶茶，幸面面。得国文分数，得国文成绩，没办法，我只是国文的考试机器。Hello， 钟婷晚安，聪明担当，很贪财，聪明担当不能质疑。啊、哦，我知道，他在香港那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聪明担当，然后我们 Mina 是那个。仓鼠是仓鼠担当吗？是吗？
Hello， 谢谢好孩的早安抱抱，早安抱抱。为什么我每次都是抱他？而且他今天都没有露过脸。Hello， 小巴。Hello， Tony。子瑶欢迎回来，深深晚安。疗愈担当，疗愈担当，疗愈担当。所以怎么 ？Mina 是疗愈担当还是？那被唱恨歌吗？陈琪琪，我是可以现在哭倒长城啦，但是唱恨歌可能不行。有没有听过蔡雅恩哭倒长城的故事？没有吗？真的没有吗？啊，我很喜欢这首歌，但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比较没有这么流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首歌？谢谢轩轩，可是他已经掉光光了，他刚刚比较卷。快一下哦。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养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天生丽质的那个本王丽质，天生丽质难自弃。我好像不该用这种方式讲，对不对？等一下，杰心的木兰是吗？他背出来了吗？吉吉复吉吉吗？木兰当户织。我知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木兰当马骑。果然是我女儿。母亲表示赞赏。木兰当马骑，真的。啊，好，那我来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五月天的歌，是《夜访吸血鬼》。嗯。面面，这不是真的很好笑。对啊，弟应该没有来哦。瘦子这个版本真的很十八加，对，我也觉得。那个学生卡上车，哔哔。没有，我听的版本好像更糟糕。我听的不是木兰当马骑，我听的是木兰被马骑，都不糟哦。以前哪是这样背的？以前不是背那个吗？木兰无长兄。哇，好好听，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现在不是深夜逃哦，真的很逃哎！杰星怎么会这种东西啊？杰星不是才十吧？只是一个白眼哦！哎呀，都是你们，都是你们！哇，我也，就是和木听找我拍，之前都是大瓦哥找我拍。谢谢你的腰，你好看。谢谢我很好看。这个好看一点吗？我送你们一个白眼，自行体会。你们有看过五月天现场吗？没有。希望未来有机会成为五月天的嘉宾，有可能吗？可是。啊，没有看过五月天的现场，但是五月天的 talk 时间真的是太有趣了。例如什么射飞机啊之类的，你可以快一点吗？对，经典，我觉得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最佳精髓就是 talk 的时间。面面摆个雅思的 pose 可以吗？雅思的 pose 吗？这首歌不太适合哎，实在不太适合哎。他一直无尽的日日夜夜，难道雅思无尽的日日夜夜也要一直出来吗？谢谢本王的掌声鼓励。不讲话
真美。好吧，那雅思模式都不要讲话。来个雅倩 pose。好了，雅倩回去。啊，苏雨好久不见，新一，新一集，新季之组，一直没回到。8月3号、4号有机会啊，超犀利趴。哦，对吼，有吗？你们要去参加吗？那个，那个啥子？给。哇，听说，听说，听说我小时榜11名了，耶！谢谢大家，辛苦了，自由女神来一波。自己整，谢谢大家，自由女神感谢你们，应该是因为刚刚那一波自由女神冲上去的，对，谢谢大家，谢。很母汤，来个表情包。好好，我好了，停停停。哦，对。等一下，刚刚有人说什么？我原本要回。对，今天是什么？哦，那个新一说今天很可爱，谢谢。噔，就是刚刚其实双马尾比较蓬一点，好吧，应该没影响吧？我自己在抓蓬，谢谢新一。我刚刚没有讲说，哦，对了，令和元年生。不是生日快乐，那我刚念刚念，我没听到ございます。哎，新一也是准大学生了吗？是吗是吗 ？Hello， 庄少晚安。可恶，表情包太快了，太棒了，赞赞。哑巴，我真的不，我跟真的跟哑巴不熟，真的，先不要好吗？先不要。哦，我知道，阿潘在卖我，就是那个先不要，阿潘在卖我这个，真的是吼，害我现在就是学舞蹈，然后有 freestyle， 我都会转头，阿潘，我们来一个，先不要，耶，新一好棒，没有新一没有跟我讲过，但我知道新一跟我同年，恭喜新一也是准大学生啦、啊，现在本台应该有三个孩子是。三个孩子是准大学生了，刚刚的查查，现在的新一，还有吗？对，然后我们家莹也是准大学生啦。雅思是卖萌的萌台词吗？我可以先开丢吗？我会害羞，请叫你大伯，为什么坤坤突然变大伯 ？Hello， 宝贝。宝贝你好，哪个大姨啊？天哪，阿华也要升大学了吗？那阿华你要读什么系啊？阿华是一类、二类还是三类嘞？耶、yeah, ，大学新鲜人啦！为什么坤坤突然叫宝贝？我也是准大学生，很多年前。是准毕业生了吧？我二类，我知道，哎，真的二类很不得了了，因为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二类的孩子，反而就是，而且原本选三类的，结果最后都是选一类的组别，真的是哈，很难得哎。可是好像大学二类的科系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因为三类好像都跑去学医了，那新一学什么？Hello， 阿华，你是垃圾分类？问号？真的吗？丸子是只考战士吗？那丸子，哎，那丸子应该是昨天跟前天也在只考模拟考，是吧 ？Hello， 真情爱学，所以你是梦梦对吧？我可以叫你梦梦对吧？是吧？是你吗？你应该会念电机吗？真的吗？电机也是很热门的科系。电机，想当年我曾经也有一个理科梦，直到我发现我还是该认清事实了。昨天在模拟考，对，我昨天也一起模拟考了，对。那是你身边，那是你身边。
见见，膜拜高材生，膜拜新一，对，我也要膜拜，我也要膜拜一批，跟那个新一，新一，哎，对耶，那个蚊子，蚊子，本台现目前出现了一位高材生大神，快点，快，快，说不定拜一下就指考会顺顺利利。对啊，我还是考了模拟考。但是我不敢，我还是不敢面对分数。都已经是准大学生了，我还是自己不敢面对分数。哎呀 ，Hello， 星颖晚安。哦，这首很难过的歌来了。高材生我只服清歌吗？所以我们家孙七七也是特级高材生吗？那个孙七七，你有没有考虑一下召集我们家二期生？你成为 KP48TP 二期生的话，你就会成为这一次小琴主题中的高材生。他有认真考了，只有两颗。国考王牌，哦对耶，我那天去面试的时候好像考试院那天也有考试，因为人好多，然后记者都在外面。问号惊叹号点点点点点，欢迎光临。彩彩也是要我知道彩彩是读什么系，可是原来那个系别也要国考吗？我经过了。今天怎么都是五月天？因为今天是 May Day 啊，今天是 May Day。哇，这个杯子是乔妈。耶、yeah, ，跟乔爸合照。我好像还没跟他合过照，虽然感觉跟他合照这样感觉很没意义耶。谢谢 Linko 的新字冠，那我把乔巴一起带来。第一次有新字冠带着乔巴入境。妙妙是航海王迷吗？嗯，其实不是，但是乔巴真的很可爱。我没有毅力把航海王全部追完，但是我有把火影忍者都算是几乎都看完了吧。可是我追的是漫画。耶、yeah! ，老三好久不见，男主晚安。啊，奇怪，我为什么要吃乔巴？男主。我们是会魔法的老皮和阿宝，晚安。好久没看漫画了吗？可是我觉得火影忍者漫画真的很经典，必看。谢谢萝莉 Wolf。 哎，所以萝莉 Wolf 是 Mina 粉对不对？是推 Mina。 那个杯子里面是水哦，是水。后面都在嘴遁萤火虫之术，二手起来了。追 TTP 追到都没有看漫画了。好，那在此许个宏愿，希望未来 TTP 会有漫画。这样可以吗？哇酷哇酷 AKB48 TTP 这样子。妹妹会吃潮汐力泡吗？我这辈子目前还没有踏入演唱会过，这会是我人生第一个里程碑吗？火遁转的是谁？是三七七吗？三七七同学，三七七同学，你再这样，我就要使出必杀技咯。我有什么必杀技？千年杀。啊 ，TTP 14 nice 吗？对啊，或者是 TTP 00 48。九蛋好久不见，老三也好久不见了。老三是不是很久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游戏晚安。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有意义。
只是成名在望，其实写出了很多人比较阴暗一点的心声，只是大家都只有看到一些片面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难多多少少难免会经历过这种感觉，就是与世界为敌的感觉。Hello， 红 A， 欢迎光临。对不对？好久没看到左蛋了。今天是，哎，梅柱还在吗？梅柱，感觉梅柱就不在了。好吧，总而言之，有了总之，今天是西施犬。耶、yeah? ，好，新一。新一，我们下回再见，拜拜。新一，拜拜。耶、yeah, ，最后再恭喜你成为准大学生啦。是忍者吗？再加入妮妮的行列，妮妮，他很早就改了。帮奖，谢谢帮奖的贵族玫瑰。我们还在冲小时榜吗？好像还在冲小时榜，对不对？我们是要冲十点了吗？啊啊！这首是之前，这是现场版哎，好久以前的现场版。尬掐。嗯，不行，现场版的音质版不好。终结孤单也是现场版，可恶。好吧，那让我找一下终结孤单不是现场版的，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了。终结孤单 MV 版啊、哦，有歌词吧。我以前玩一个线上游戏的时候，每天都在打这首歌。啊，现在13名了吧？没有掉到14名哦。好吧，那我只能说大家可能抢不到红包了。我妈妈刚很期待说，天哪，今天那个五一劳动节我有红包可以抢了吗？没有。Hello， 谢谢林狗的 kiss 啾啾。好了，不然我看一下我现在包包里有多少。发不了红包。谢谢憨憨的蓝色英文棒，蓝色英文棒。要要要要哦，不要啊，不要不要我。冠名赞助本台一份红包，但主播在惊声尖叫以后并没有抢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需要默哀，但没有关系，主播是能够接受的，他相较的心灵是可以接受这强大的冲击，我们一起来终结，为什么要终结孤单？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们啊。感谢塔哥，知，没关系，连败的记录了，还是可以再创新的。我们更加加油好吗？看我可以连续没抢到几个红包。谢谢塔哥，谢谢 Lollywolf， 谢谢三七七的 kiss 啾啾，谢谢两光，谢谢 DJ 万，谢谢老沙，谢谢子飞。哎，我发现礼物盒往下不了哎、欸，怎么办？可是感觉刚刚有很多人送礼物，谢谢丽，好久不见。咦，好久不见，谢谢你 ，I love you。不，谢谢猫姐姐 Sky， 谢谢啊 ，Hello 小叮当，好久不见。让我来分担。哦天哪，有那个有 46 的粉，水车好久不见，谢谢猫姐姐 Sky。Tomorrow will be fine。谢谢弟弟，谢谢 Much Deska， 谢谢弟弟，谢谢弟弟。骷髅说：“谢谢子阳的健身卡，最近都只能边忙边看，你们辛苦了。没关系，自己忙比较重要。你可以把我当广播来听，只要你们愿意来，就是点进来陪我一下就已经很棒了。谢谢莱克。”Hello， 西兰蹦，谢谢你来看我们好久不见了。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你本尊呢？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本尊呢？来客，你倒是说说啊！小叮当哎，那我们来播小叮当，小叮当太随便了吧？小叮当，小叮当，给我。身为现在一个，对，现在是令和元年，21世纪的，哎，等等等等，他是，嗯，他在讲什么？哦，你们买生血吗？卡丘抽到什么？什么活动都会出现吗？就算你不知道我会出现，我出现了，你也会出现吗？哦，这是范晓萱的耶。对，等一下，有没有那个？我应该查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主题曲。哆啦 A 梦主题曲，主题曲。小声的版本就是台湾的中文版，一开始好像是范晓萱唱的吧。会把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真的吗？真的吗？约定好了，说好了，下路线，下路线攻击，说好了，有这么大只的下路线吗？谢谢。哎，是耳机奖吗？啊，耳机奖把名字改回来了。哎，没有，刚刚不是勇往直前。刚刚在面面之前，耳机奖是叫什么？嗯？什么？嗯？不是全雷打，是什么？嗯？哎！Hello， 小叮当，我们也好久不见了。哦，小叮当，我记得小叮当是。小叮当是推那个啦，米娜跟雨露是吧？对吧？对吧？对吧？小叮当。他明天要考试，不对，对不对？他快点写一写，吃下去。Try everything， 哆啦 A 梦呢？哒，哎，小 CP 正正好是什么？哦 ，PD， 哎，为什么全部都是范晓萱的版本？都是他唱的吗？晚安，黑哥，好久不见，哈库仔仔，晚安。没听过，为什么没有听过范晓萱的版本？等一下，小王子的主题曲。嗯，你要面包车了吗？为什么？
栗子、韩寒跟琪琪，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记得小叮当的主推是那个米娜跟悠悠。Hello， 小智贝贝三六七八三一晚安。为什么都要赶速度？什么赶速度？糟糕，是脏话。你们只能注音乐练团是吧？哇，隔音效果特别好，还有回音呢。直接进入大和夫子的模式，对，以礼相待，因为累了，没有办法。感觉房子的隔音效果要很好。对，如果我觉得未来，如果也假设，也许 maybe 我们公司有机会办合宿的话，那可能会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可能会把人家宿舍房子拆了，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极致有可能。好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Mayday， 又是 Mayday 的经典歌曲。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丑。这样 Mina 应该很可怕，没有吧 ？Mina 平常没有到很非常极致的高音频。但是 Mina 也很健谈。谢谢宝安，今天好怀念哇！刚刚那个酱油们好像差点倒出来了呢。等一下，为什么你站不好？等等哦，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先闭个眼睛。先闭个眼睛，不然现在会晃哦。目前那个面面台大地震当中啊，好惨！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哎，不行，为什么他勾到什么？不好意思哦，麻烦大家稍等我一下，本台事故中，本台事故中。嗯，这样子卡好了，耶、yeah, ，卡好了，我回来了。小尴尬，地震哦！哦，原来我按到是静音。我为了一直来直播陪喵喵而请假，为什么会被我阻止呢？这简直就是万万不可，好吗？你乖啦，要还是要好好读书好吗？不可以一直请晚自习，这样我会良心不安。我会一直在直播中惦记着你。煞气小飞鸟，晚安，初次见面你好。初次见面你好，我是 AKB48TTV 的团员蔡雅恩，这是我的 IG 厨妈妈 AKB48TTV。 如果喜欢我的直播或不喜欢我的直播，喜欢我的人不喜欢我的人刚好路过然后想要离开了，都记得帮我追踪一下哦，谢谢你，晚安。
旗袍都收齐了，真的吗？谢谢 Lonely Wolf， 那个卖大腿卖一波，我卖不出来。对呀，我好像旗袍身线没有这样子的，咚咚咚咚。因为我们是短旗袍，我觉得长旗袍比较霸气，可是我没有穿到长旗袍，而且我觉得红色的长旗袍好艳哦，太艳了。只要没有，我觉得那个成员穿长旗袍，红色的长旗袍都超级好看，超级好看，恨不得收一套。我觉得我有收集癖，就是我只要收集到一张，我就会想要收集到那个人的一整套。垄断市场茶，没关系，耳机奖那个茶茶陪你关。看到了吗？有一只耳机奖，还有一只茶茶在里面跑哎 ，Hello。不管黎明的出现，黑夜，呼唤黎明的出现。这个吗？这个是那个日本的环球影城，什么时候去买的我已经忘记了。英雄电影情节，妮娜、雅恩、栗子可以一起拆房子吗？我们就是拆房子特工队啊！哎，那我决定了。以后我们三个人的 CP 名，拆房子特工队吗？政治很正确啊，政治立场非常正确，非常棒。天啊，今天播的 Mayday 的歌前期很抒情，后面怎么突然那么狂野？谢谢本王的真情豆吗？我还有什么样的爱心没比过？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比爱心吗？好像没有。这样比过了，然后这样比过啊，这样比过了，然后还有什么？我记得还有什么？反手这样。谢谢小五，谢谢小五的为你守候。然后还有什么？这样，蹦蹦，还有让你的心啊 luck。我真的 luck 掉他了耶！天啊！嘉宾可以上来了。哈，这是林宥嘉的声音，对不对？这感觉是林宥嘉的声音。上回在熬 luck 之后，歌居然就没了呀！喵喵会用手比三个爱心吗？用手比三个爱心。我记得用手比三个爱心。我记得我之前会啊，等一下，用手比三个爱心。我记得我之前有被人家考过这个。怎样来着？不行，我忘了。Hello， 米迦勒，阿贵仔晚安。对，然后我拜了谷歌，他告诉我有这种爱心方，手指爱心交叉。手指爱心交叉，这样吗？为什么？这样子没有三个啊！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颗心。委屈自己一秒。好，等一下，我收集到了。他说有这种爱心，然后有这种爱心，还有这种爱心，还有这种爱心，
还有，哦，谢谢谢谢令狗的真心告白爱心，他说这个也是，这个爱心，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哎，天哪，好帅，我没有比过这个，这个爱心，这个爱心里面是长眼睛吗？这个爱心，还有这个爱心，跟这个刚刚有比，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也有比，然后这个哦，双人爱心耶，双人。我自己的不行，自己可以双人爱心吗？这样好像那个叫什么？谁的手可以这样双人爱心？这样行吗？这样看到吗？然后还有什么爱心？我没有人可以跟我比，太难过了。谢谢你，我的右手。哇，还有一个很帅气的那个用背。好，我没有办法。我再也不要再也。刚刚那是什么结印的姿势？还有什么？哦，还有这个的。有人要跟我比爱心吗？好，你们截图吧，快点，截我们比爱心。这样有吗？这样有吗？嗨嗨，哎，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要嗨了吗？只有我认真在听音乐吗？是吗？应该是手指爱心，然后手指的部分交叉。谢谢太阳马逊丛林的。已经被十字交叉整到了，啊，没有啊，所以骷髅现在还转推粒子了吗？那杰星怎么办啊？你说呢？谢谢塔尔哥的红包。哦，进入夏天的笨猫 ，Hello， 那个，嗯，晚安啊。对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为什么？为什么有人问我？啊！我刚学到了这个，这样吗？这样吗？还是我应该这样？谢人跟你讲诶，不是我，不是我。好，不是我，丢。等一下，这是人家演唱会的版本啦。人家演唱会的版本不能用。好，我。不行，干杯，有点懒收，有点懒锅。我们五月天还有什么很嗨很嗨的歌吗？知足也不嗨。私奔到月球刚播了。哦，对啦。将军令。我知道为什么，我同学突然在讨论那个背审，不是背审，面试，害我吓一跳，害我吓得毛都掉了，我还想说该不会放榜了吧。心来无别人，九号球啊 ，Hello， 刚好遇见你，啊，
他二哥换成一个什么？等等，那是什么样的照片来着？哎，跑不出来，我跑不出来。可是你看一下那个脸部表情，你就很失控啊！怎么办？这个、我有没有正常一点的爱心啊？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忍受但是不愿接受，历史不再一天之手，明明就是很正常的，不行，我决定我就卡在这个画面，然后让你们截到正常的我为止。是这样比吗？到底是这样比啊？爱心到底是不是这样比啊？我比到觉得很奇怪，是吧？哦，对啊，What's this 该换了吗？自己截图已经哎，可以耶！我用成镜像的话，好，谢谢神六六问号，我特吓得我的毛都掉了。我看一下吗？其他的啊，好可爱哦！喝水不够，喝酱油就好。可是他把酱油拿得很高。可能有点难，我怕都会滴水出来。喝水不够，喝酱油就好。什么啊？超超。人生啊，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能够活得这么惨绝人寰。能够让本台只剩下黑粉，我想我应该也是做人成功的一种例子吧。啊，一种例子。嘿，例子，我又想起了你，你知道吗？在茫茫人海，够了，够了，现在是演哪一出啊？哎，入阵曲，好，那我们就来播入阵曲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钻石榜的时间啦。黑夜跨越黎明，而我会是照亮你黎明的我会是照亮你那片黑夜的小太阳吗？那叫什么？微笑安葬了眼泪，还是眼？对，应该可以吧？这样比较正能量。原意好像是什么？眼泪安葬了微笑的人。没关系，我们在这里用微笑安葬眼泪。这个微笑听起来很具攻击性。好，我们要开始讲哦。今天的钻石榜，今天的钻石榜。哦，等一下，哎，哦，所以哦，等一下，小六真的是小五，好，没有，我突然看小，对，好，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变汪小五的汪小六，等一下，谢谢小六。今天的第九名是我们的哈哈，谢谢哈哈，每一次都会来送 kiss 猪猪，嗯啊。今天的第八名是我们膝盖帮的职业流浪人，我记得我好像不小心，对，又把流浪人念错了是吧？谢谢流浪人。第七名是我们的林玉峰，谢谢玉峰。我发现玉峰非常贴心，他每个成员都会去，真的谢谢玉峰，辛苦了。今日も一日お疲れ様でした。今天的第六名是，听说好像是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ソバです。これからも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第一次见面的 Lonely Wolf 啊，谢谢你。耶、yeah ！好的，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 MK 的三千种念法。对，我就是要与众不同，我就是要与众不同啦。对，三千种，对，就是三千种。谢谢 MK。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阿川。未来，请多多指。令和元年快乐耶！祝大家令和快乐。
未来令和的路我们也一起走吧。真的？好了，今天的第三名是玉宝文。谢谢玉宝文，时不时就会用私讯写一封信给我。我觉得本文的文笔真是太好了，就是。哇塞，我在念诗吗？我的天啊，我觉得就是每次看到都非常感动，谢谢你。好的，今天的第二名，既然第二名是我们的木提，谢谢木提。我发现木提最近非常非常非常勤劳在画我，太可爱了吧，谢谢你，辛苦了。令和的日子我们也要一起走下去哦。然后呢，今天的第一名是，切换一下，我看一下我们有什么，那个什么，感觉康康的歌好像不适合我唱。那有什么生日快乐好唱的吗？感觉没有什么生日快乐歌可以唱。小小兵哎，我的天哪！对啊，快乐鸟。哇，哎，五月天有啊，但是我不知道五月天的 Happy Birthday 怎么唱。我祝我生日快乐，好像太难过了。祝你生日快乐，怎么又是范晓萱啊？怎么今天一直看到范晓萱？他啊，这怎么都是生日快乐？没有特别的生日快乐歌，怎么办？怎么办呢？看来我们只能播五月天的 Happy Birthday 了，但是我又没有听过。好吧，那就快乐鸟日子咯。这叫做名怨对不对？铭记够了，我看一下哦。啊，好可爱，因为我之前太常使用这一首歌了，就是太常使用了，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应该要来点不一样。哇，它还有，都已经10:12了，我还在这，很正常啊。谢谢飞机，真的吗？绝对拢无第二句的，好康歹康加减无来批判，世间清楚人什么一个，实在无几个。这都嘛得听讲，今仔日你说你。我心破解破解，想想不知要讲啥，做你十岁某，做老公，做阿公，假使满足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60岁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60岁。卡波比老公公波比哦，波比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两冬。卡波比老公公波比哦。谢谢本王哦，对耶，那个飞机说很喜欢我的衣服，哎，我今天完全贯彻五月天哎，就是五月天家的牌子，不可以打广告。对，果然今天真的是五月的第一天呢。到今绝对拢无第二句的，好康歹康加减嘛来歹乒乓，世间亲像咱这么一个，实在无几个。足够嘛地听，讲今仔日说你啊，害我伤到心肝散了，散来破一个破一个，拢向不知要讲啥话。做你娶媳妇，做老公，做阿公，子孙满堂 ，Happy Birthday， 哈哈嘿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60岁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嘿嘿嘿，我祝你食到2360岁，这个该你了。什么零头？什么？万年富贵。夹头去到万，夹爪夹爪，把头什么把头去到万山夹爪，无比，我在念经吗？可以出
小圈圈擦掉。哇，耳机酱跟草草出来了，现在保安。对，等礼拜六哦，礼拜六晚上八点。对，好了，那个，总之今天的直播就在一个很奇怪的快乐鸟日子中结束了，希望大家，应该说，什么第一名了？小时榜吗？哦哦。我不敢讲话，志伟，我不敢讲话，因为刚刚前面的女神啊，我不小心都用自由女神带过了，但我感觉那个画面并不是很美观，所以我希望至少我有一个好看的女神，但是感觉大家刚刚并没有截图，因为大家都不习惯我有好看的样子，好吧，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啊，本台有好看的照片是非常难得的，这才是需要收藏的，好吗？谢谢企鹅。谢谢自伟，尴尬吗？尴尬，但我还是要假装自己很好看。谢谢。好，今天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生日寿星陶瓦哥。正常生日歌吧，预备开始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yeah! 还有什么吗？应该没有吧，没有其他版本了吧，为什么我听着拍子居然会走音啊？算了，没关系、啊、走音版的生日快乐歌也非常值得纪念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很脆弱的看着我妈吗？因为我发现拍子太大声，然后我就走音了，但是她好像不介意，所以我决定继续走音下去。哈哈哈耶、yeah, ！恭喜大耳哥得到了走音的生日快乐歌一首。Hello， 阿贝桑诺，ミルク糖。天哪，是牛奶糖吗？我好喜欢牛奶糖哦。Hello。好的，那么走得很微妙，我也觉得很微妙，我整个耳朵都在听拍手声。没事啦，如此微妙的一首生日快乐歌，只有今日限定了，你们说是吧？吉吉复吉，吉吉复吉吉，木兰。当虎之，今日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礼拜六再见，拜拜。我不会，我没办法，我真的不行。他又唱了一首老歌，我妈咪又唱了一首老歌。哦，是香港的祝贺歌是吧？香港，我只会他的阳光，他的阳光，好喜欢喜欢的八卦。哎，其实这首歌送给桃花哥也可以啦。对面的桃花哥，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哎呦，冷暖哦。晚安，拜拜！祝大家令和的第一天都能开开心心，虽然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小时，那希望令和的第二天也能开心，第三天也能开心，未来令和的日子我们一起走下去吧，拜拜！西施浅说拜拜。Goodbye！ 我们礼拜六见，礼拜六。